我们到此为止吧，我没办法再继续了。您哪时候要来你姐姐家？幸福住宅701号，就在教授家隔壁。马上叫刘大官、社长过来。陪我们好好说，早点听话嘛。这有什么事怎么办？好啊，你们两个天天都闹了。够了，出去，转账出去。整天一副自以为了不起，他这是现世报。你爱赵水晶吗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 你这疯子到底在说什么？求求你不要这样跟我分手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未来戏剧台《伟大的糟糠之妻》。